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公安跟职安的部分，原本承诺我们的是说，化学物品要做全流程的管理，要精进化学云。好，工厂未申报危险物品课行责。好，尤其这次屏东的民扬大火，最根本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民扬根本没有去做依法的申报，所以他的消防设备、他的工厂构造根本不用依照这个危险物品来做相关的改变，但是造成这么多人的死伤还是没有课行责。好，所以我们在旁边贴上了这个 line。 那至于在职安的部分，原本的三方案好变成是只有一个消防法，原本是告诉我们说可以纳入职安法，可以加强保障法，也可以修订消防法，但是最后只剩下赖皮哦，就是只有这个消防法的部分哦。我会走进去赖清德中央竞选总部，我会把赖皮的贴纸贴在他们党部里面。消防员王子，你是怎么了？你是怎么了？你是怎么了？学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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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，学长，自己小心哦，学长，小心。赖清德摆烂。